Hello，谢谢闹腾送的荧光海。我还没化完妆，边化边播吧。等会儿那个直播完了，要再去补拍那个个人作品。哦，谢谢朋克小将送的啊，蚊子，也没打到。谢谢朋克小将送的皇冠，谢谢。我把那个电蚊拍拿过来。嗨，好了。谢谢朋克小将送的戴安娜凝视，晚上好。就很突然，还是简单打扮一下吧。等会儿拍东西不是穿的这个。啊，谢谢朋克小将送的大饼，谢谢。让我简单打扮一下下。哦，谢谢朋克小将送的用爱发电，谢谢。天呐，感谢啊，我的制片人，谢谢。哦，谢谢朋，谢谢，肌肉肌，谢谢。路人甲的好朋友送的皇冠，谢谢。封面是我自己 P 的，公司只提供那个前面的那个，跟去年一样，就是给了一个那个框框，然后我要把图片放进去，倒是挺简单的。哦，谢谢 Sola 的小羊酱送的皇冠，谢谢，大家都好捧场，好开心。没有想到我没有戴美瞳，然后没有涂睫毛膏，直播出来效果还可以。谢谢 VVLA 送的皇冠，谢谢我的制片人。虽然说直播效果出来不错，但是该画的还是得画画。啊，还自己很努力用美图秀秀 P 了一个宣传图，怎么还想就是帮我？省了一个 P 图的时间是吗？结果没有想到，算了，自己睡前就已经 P 好了，因为我想到我今天应该很忙。这个封面确实，我还找了会儿呢，找了会儿，才找成这样的。然后刚刚我想就是弄个发型再过来的，结果弄半天我发现就是我刚洗了头，那个头发很难夹。就算了，省时间了，不要让大家等太久，就戴个帽子过来了。然后我还要继续化妆。这个直播它就是，公司说反正至少唱一首歌就行了，不用一直唱。对，BGM 是 Lost One，好酷。我就浅弄了一下，哎呀。我的镜子没有拿过来，算了，拿个小镜子得了。就边化妆边跟大家聊聊天吧。昨天晚上我不是找我的朋友们聊天去了吗？然后先生闹闹邀请我去聊天，然后在他那儿就是撸了一会儿撸那个呜呜，呜呜真的好乖。就闹到把他按到我的那个腿上，然后他就不动了。谢谢，拜托了，和我去冒险吧送的蹦迪，谢谢。因为上年弄了图，今年也弄了。好的，好的，走个流，走个就仪式感，对，仪式感，仪式感。谨慎，这个发言，就是发言，就是一定不能和自己想的那个东西有冲突。以后说话我都要最谨慎。我看看，我接下来我要画什么？刘海太长，我要再夹夹睫毛，再……哦，我本来想戴个眼镜的，因为刚好拍一个抖音，戴这个眼镜就拍一个那个变妆前、变妆后的那种类似的。等会再戴吧，因为现在要涂那个睫毛膏。对，就按到我腿上，它好乖，我觉得养猫太治愈了。你们说呢？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算了，撸他们的猫了，只能。
我以前觉得人际交往很恐怖，但我现在觉得哇，哎，还挺有趣哈、啊。然后后面就是我去找那个册子考那个叫什么素材，个人作品的素材，我想保个底嘛。然后就边等拷贝，边跟他们聊天，然后册子就打了一个那个什么，那种什么酶，很多酶的那个一个饮料，什么蓝莓，还有什么酶，然后就是各种酶，各种水果的一个饮料，然后他自己也想不到，就是想不起来还有什么酶了，然后说然后我是美眉。李珊珊就被无语到，说：“遇到你是我倒霉。”然后李珊珊，我那房间嘛，我册子还有小马三个 INFP，算三个 INFP，但是互相都很能懂对方搞，就是笑点，三个人。三个人笑得不亦乐乎，然后李珊珊说：“我去他们房间不是来聊天的，是进修 MC 课。”他说：“不要，他说我不要再去上那个即兴戏剧课了，来找他聊天就可以了。”救命！然后我们真的很能懂互相，就是互相的笑点，也有可能是我笑点太低哈。然后，就是讲前天哀家请助演的人吃饭，然后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小马讲了一个梗，就这个梗就是这梗呢又不好说的，但是就是很好笑，然后全桌人都没笑，只有我一个人笑了。哀家没在这桌啊，我觉得如果他在的话，他应该能懂。然后我在那里笑，其他人都没笑，然后搞得我笑出来有点尴尬。就是如果说大家都不笑的话，尴尬都是小马；但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笑的话，就感觉尴尬的是我。然后我就好奇为什么大家不笑呢？然后陈宏宇在那尬，他说有，就跟小马说，有人懂你的笑点就好。我就无语，然后回头就跟李珊珊说了这个梗嘛，然后我们三个人笑到就是我已经是躺在他那个沙发上了。这么好笑，为什么大家不笑呢？但是这个梗呢又不好给大家讲出来，哎，很无语。这个梗我们聊天的时候经常拿出来 call 背。然后就很欢乐。也想通了很多事。然后对了，就前天我不是钥匙断那个锁芯里面吗？然后我当时看到口袋有人问，就是有人说，就是说可以问问你姐姐，她也经历过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就给艾佳发消息，我说就当时嘛，当时我就发，我说艾佳，你钥匙断过，你的钥匙在那个门锁里面断过吗？他当时就他手机没电了，他手机没电了，一直没回复。然后他昨天的时候才想起来回我，然后跟他一聊，然后一发现，他跟我的经历一毛一样，就是他也换了指纹锁，原因也是因为他的钥匙断在了那个门锁里面。
我就说我们是不仅名字相似，连经历也如此相似呢，真是奇了怪了。好吧，现在懂了，真的不是我的问题，真的是这个钥匙的问题，想通了很多事。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很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错的都是自己。但我现在觉得错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是この世界。哼，气死我了。我不想把人想得太坏，到现在我依然不想把人想得太坏，但也确实不用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来。别人会误解你的意思，会误会你，这个欢迎任何人来对号入座。别人误会你，说不定是人家主观意识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你就算去解释又怎么样呢？你就算有机会给他解释又怎么样呢？他说不定只相信他自己所想象的你。谢谢阿水送的又爱发电，谢谢阿水，谢谢大家，纸片人们都好捧场呀。好的，会加油的。主人所有物理钥匙，哦，还要那个叫什么，要放电池。不过那个人说就半年换一次就好了。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比较骄傲的事情，就是当时我问爱家他换那个锁花了多少钱吗，我花的钱就是比他便宜了，算他不太记得价格了，但总之应该是500。谢谢床风的99个迷个花。我要走。谢谢满格电池送的权杖，谢谢。他没砍价，不，他买的是就是贵一点的，我就是专门问了最便宜的是哪个。甚至哇，我砍了价，开锁，他本来说150的，我说120吧。然后他说130吧，130吧。然后他说他叫什么来着？他们收费都是150。我说啊，那我刚刚问的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远的地方，他们也才150。你们这个近的，哎，是我当时说的什么来着？哦，我当时说的是那个远的都还只收120，你们这个近的还比人家贵，然后他就妥协了。哦，放在以前要我砍价，然后杀了我。就当时虽然很崩溃，但是我还在跟人家砍价。谢谢我想有个大变化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
之前就经历过就是不好的事情，经历过被猥琐男摸背的事情，我怎么改？然后我就问那个，我就在想，哦，那不行啊，一定得装锁。我就问他，就是就是锁怎么收钱？然后他说普通的机械锁呢要大概多少多少，然后我啊这么贵，然后我说啊那指纹锁呢？指纹锁的话要1000多。我说啊，有便宜的吗？这已经最便宜的了吗？他说有便宜的，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个最便宜的，可能也不一定是最便宜的，反正就是说了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主要是当时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就想着说机械锁确实要便宜一半，然后但是呢他还是要用那个钥匙去开，就以前的时候就是忘记带把钥匙带出来了，你可以找公寓的人帮忙开门，但是这次如果说装了新锁，你要又把钥匙忘在里边了，哇，没人能救得到你，你又只能开锁，那还不如算换个指纹锁吧，忍痛。因为遇见这种事情也是不愿带，就是谁都不想经历的事情。然后当时就做完这些决定之后，就还是觉得自己好倒霉好无助，就开直播跟大家聊天，哭完就觉得爽快多了。因为经常就是怎么说呢，自己经常是一个人会很崩溃，然后再加上大家也跟我说，就说哎，可以相信，可以帮你分帮索拉分担不开心的情绪，然后就很感动。所以也是趁机给大家找大家充充电，找大家那个回应大家想要帮我分担不开心情绪的想法。谢谢天的15个玫瑰花。好，以后多找次子、小马还有娜娜玩。这个衣服是线上买的，但是我去线下的时候就已经断货了。现在想起来那些让自己崩溃的事情和人，都会觉得好好笑。我为什么要这么难过？是他们的错，是这个世界的错。成长喽，所以索拉以后也不会是脆弱的索拉。算了，好吧，话不能说太全，就是相对没那么脆弱。耶，怎么反过来了？什么意思？谢谢叫我小四就好送的荧光海。
以后遇到什么事情也会更决绝的，很也会更果断的。决绝这个词怎么来着？我不太确定啊，就果断，果断。遇到事情会更果断的。所以，也没有所以，好笑，好笑，好笑。不错，世界都亮了。我怎么感觉被蚊子咬了？可恶！好痒！怎么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可恶！哎呦，等会儿再想要不要给 staff 买奶茶喝喝，就因为就是让他们加班补拍有点过意不去。谢谢巧克力。一上旋律让我混乱了理智，眼泪被你湿的影子，默念你的名字，下一次离开的很真实。废案不算废案吧，就是补拍一些。没办法，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问了上海那边，上海那边就是统一要这个样子，所以我不能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也是没办法。受不了这个发色了，打算巡演回来以后把它染了。打算再贴贴贴吗？重要吗？好像有点重要。算了，先跟大家聊天吧。哈哈哈哈，贴睫毛真是一个惊喜功夫。给我手机充充电，唱唱歌吧。公司要求要至少唱一首歌。话说我在这里直播，就是 BGM 会不会声音很大？因为这坐在这儿的话，离音响会很近。谢谢大苗送的夜蝶，谢谢谢谢谢谢，刚好，嗯，好。后面传来的，嗯，旁边传来的。这个 T 恤真是这，它领子这一块做的好小，显得没脖子。
那来唱唱吧。我最近，我昨天虽然就说跟他们聊着聊天，前天也是在吃饭的时候，虽然跟他们也还在聊天，边在吃饭，但其实自己一直在看，在选曲，在看自己舞台应该就怎么表演，一直在头脑风暴，哼，还是不错，还是确实需要一些头脑风暴。我要唱《明天你好》。你也在吐槽林子豪是吧？真的很像，无语了。其实我的嗓音唱这首歌不是很搭，像是我唱那个《阿拉斯加海湾》，也会有人觉得就是不像是我唱的，不像我，但也有自己的独特的感觉嘛。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我要开伴奏。哎呀，但是我好像登不了账号，全民 K 歌的账号，他说我的网络很危险，我也不懂哪里危险了，再试试吧。好吧，还是存在风险，那没办法，你有什么意思吗？真的搞不懂，重新来吧。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Party Party Party， 谢谢大苗送的夜蝶，谢谢。感觉比在那个腾讯直播那一次要唱的好一点，我总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好不自信哦，不自信的时候就会发挥很烂，觉得自己就是声乐考和评个 C 也能接受的程度，超级不自信。不算大舞台，不算大舞台，只是自己很太不自信了。有各种原因。但就像你们说的一样，要知道自己有过人的长处的。哼哼，当时那个直播并没有面向观众比较广，想太多了。纯纯是因为自己，是的。只要自信的话，就算面向的观众比较广，也会唱得好。自信喽。人无完人，总会有缺点，去接受那个有残缺的自己吧。自己再唱一个吧，再唱一个什么？为什么有听过这首歌？耶，我还加了喜欢，但这个歌名很陌生。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听一听嘛。嗯。待会儿要去拍黑化版索了，谢谢潮湿的午后和你的温柔送的皇冠，谢谢，谢谢秋天奶茶，哦，原来是这个。还是唱一个熟悉的吧，哈哈。不，我要唱这首。嘿嘿，对，黑化吧，错了，全身黑，就跟现在一样啊，这里还是挺彩的。
是不是这样直播好一点？近一点，夸张你们看看，这个帽子给他戴好适合，我也没有展示过，也许展示过吧，好可爱，这个汉堡帽子。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好混搭呀，眼镜加这个这么 raw 就是潮的一个、啊、不是我说这个，我说他俩结合的这个，不是说帽子有没有展示，是他俩这个结合，要拿下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最初的美好，看到没？它是分开的，是不是超合适它了？汉塔，那汉堡应该再拱起来一点，嘿嘿。好，他跟大家 say hello。 算了，他眼睛睁不开，让他睡觉吧。下一个吧，你生命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昨天都吃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叫在一天里追蜻蜓追到累了，头摘水果被蜜蜂被猫怕了，谁在偷笑呢？我靠着稻草人，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哦哦，阳光洒在路上，就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啊，说起娃娃，哎呦，之前大家送我的礼物，昨天前天昨前前前天大家送我的礼物，我还没展示呢，我已经放在那个这个位置准备着了。一个塑戒狗睡着的唐老鸭，他有错呆吗？耶、yeah, 睡觉有陪伴咯。什么可以我昨天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爆出来了奇怪的口音，我有时候说话就是会很像就是外国人学中文一样。然后狠狠被李珊珊嘲笑了。他说很像日本人学中文。比如说我没有，会说成我没有，六点钟才睡，我六点钟才睡。受不了，然后我就是我耳朵有时候还听不清楚李珊珊说话，他说我的耳朵很不尊敬他的嘴巴。谢谢信号灯故障中送的夜蝶，谢谢。因为他
哎，我觉得我说出来没有那么好笑，就是他李晨晨说话很好笑，但是我有时候经常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就感觉那个搞笑程度就大减一半。他好像当时就是他给奶盖拍了那个个人作品，然后也拍了一些照，然后他当时就是拿着电脑在看，在应该在传文件嘛，然后他当时我就是靠着那个沙发就耳朵这边堵住了，然后他说洪静文怎么，我说什么雷什么雷静什么然后他就翻了个白眼说郑家不需要的耳朵可以捐出去受不了谢谢阿水送的两个皇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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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百忙之中来看索拉直播。好了，继续展示。这个，大家猜猜这是什么？长臂猴？不是。屌，为什么大家第一反应就知道这是背包？很难想联想到这是背包吧？哦哦，可以，大家猜猜它能装什么呀？不对哦，它可以装可爱哦。好像是不怎么带的，这样吗？也不知道是他被绑架了还是我被绑架了。小企鹅痛包，好像收到了。好像有点印象。好像是有一个包我从来没背过。大家送的应该都有收到，下次再把它拿出来。啊！突然尬住，很多小企鹅哦，有啊！原来你没有看到，原来你没有看到。原来你没有看到，哦，来个这个解压球。哎呀，我还有五分钟，我要准备去拍那个个人作品。我拍完了再跟大家跟大家播一会儿，反正尽量一个小时内搞定，我也不想拖哥哥太久。大家等等我哦。然
然后这个是啊，这个口罩，然后这个是什么扑克？好了，带去找册子他们玩。自动回复，你给我发了吗？你给我发了吗？你要不要试试看看呢？哎，话说我这个包真是可爱，虽然以前就展示过了，这个包他们出去玩了，我也不是现在去找他们玩啊，我等会还要拍个人作品呢，他们出不出去玩我也不知道。谢谢阿紫紫送的夜蝶，谢谢他的腮帮子，好超级大，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的零钱包，这个是真的只能装可爱，这能装个啥呀，耳机都装不下去。之前试过发过，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还没出吧，现在是有的哦。哦，然后哦，打开包全是我准备缓解服装部的衣服，等会去换。哦，不是，有一些是我要带走的。哦，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很早之前我说大家凭三针疫苗来找我领取对象，然后我发现我一直留着一盒。谢谢 Sola 的小羊酱送的皇冠，嘿嘿。然后我就想我一直留着，我应该是跟哪一个纸片人说跟他留着的，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了。有没有人就是说来认领，说我要给他留，所以留着的？哦，我好像想起来了一些，我好像确实没有说好，是我自己就是说想着说就是自顾自的自作多情的为他留了这么一份。好了，大家开始对号入座，真的很可惜。虽然我现在还没想起来是谁，但我也觉得这个算了。谢谢朋克小将送的用爱发电，然后就当没有过吧，少做自作多情的事情，大家。谢谢月光融铁心送的皇冠，谢谢潮湿的午后和你的温柔送的皇冠，谢谢。要珍惜你的人。就比如现在我很珍惜我的纸片人们。是的啊，真好好珍惜你们。现在想起来很好笑，好笑增加，真好笑增加，哈哈哈哈，真好笑。哦，9点喽，好像据说九点半就是就要开始抽签了，我可能拍着拍着就要开始抽了。是啊，开心就好。因为要决定那个排期了，所以希望我能就是不要撞到跟自己拉票时间一样吧，不然的话我会压力好大。如果说不是跟拉票不是一周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每周大家都能看到新鲜的 Sola。 这个思路是不是很不错？
我昨天在跟他们边聊的时候边找舞台嘛，然后问他有没有就是这种概念的舞台，他们一就是张口就来，就很多歌就是我没想到的，问他们一下就是一下子哦原来这还有这种歌，然后小马就说你不会在成都团建的时候还拿着手机找歌吧，找豪哥唱什么，哈，我仔细一想，真是我干得出来的事，总之总之谢谢我的纸片人支持我，然后我也想带给大家更多优秀的舞台，也想跟大家一起走得更远更久。现在的 Sora 又是进阶版的 Sora 了，觉得我要远离妄图伤害我的人，妄图把锅甩在我身上的人，我要珍惜喜欢我，珍惜保护着我的制片人。我在想词呢。对，现在的 Sora 是钮祜禄 Sora， 从前的 Sora 已经死了。哼，好了，溜了溜了溜了，等我拍完了再跟你们聊啊，先忙会儿，事业版开启。拜拜，在瓦鲁东。